彰化美打百 K 的现场，然后刚左转完毕，看一下我今天的号码，然后现在已经超多人，看一下今日的技师，为什么你在节目那么好？打多少？打多少？问你呀、啊！对，我们刚才太赶了，我真的是刚刚找到我的第二只老虎，我的摄影师，然后后面那只吗？在后面那只吗？跟你说，我们今天就是三只老虎出任务。今天山腰上就是看到三只老虎，然后抓老虎。今年呢是我第一次参加彰化的美丽达百 K， 然后全场总共112，嘴巴手指不一样。听说就是前面还要到20公里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缓坡，好像撑过那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撑得过吗？可以。然后我们今天会提一站补几站，一站也还是一站或两站，一站或三站。我们停哪一站？我们停69K 那一站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加起几个条起来参与。四个小时，一个心虚的脸，没有信心，四个小时，好，还有我们上次5.5小时，好，今天不会跌倒，不会跌倒，今天要骑几个小时？今天的活动，今天目标应该是5.5、2个小时，5个小时，就去上厕所，2个小时找厕所，终点练多少遍？那非常感谢这个。第一次比赛从第一排出发，哎、欸，好，看我们站多前面。我们现在是反面啊。我们现在在第一排，然后等一下可能出发之后就会直接沦落到后面的集团。对，我们要。哎，你不会，你是时速40组的，跟我们不同。我是跟在大集团的最中间的，是中间的老路。哎，好紧张哦！这是我的第二场单车赛事，你也是第二场，你也是第二场，第一场50。哦，这只老虎很凶，这只老虎很凶，很紧张哎。反正我们今天就是。安全最重要，安全第一。准备出发喽！好啊，好的不得了。
OK。 你们说中山湖爬坡爬得舒服没烦恼就换梅达斯特拉带你爬坡上天堂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的队友不见了，在哪里？在这里？不可能吧！我刚才也都要换大盘了，换大盘，我以为要下坡，你知道吗？不就是上坡完就下坡吗？跟人生一样，人生起起伏伏。啊，我们现在就是一直上，一直上，一直上。下坡了，下坡了。还蛮漂亮。现在离我们的目标69，大概还有69.27多少？谁搞的？都是我这边的。哎，小虎队集合！集合喽，集合喽！他是比较，他比较可爱耶。怎么会这样？跟他讲一下哦。乔玉一只老虎，老虎、哦、对，都是老虎，我是变形的老虎，老虎比较可爱，比较胖，比较可爱，我懂。到终点了、啊，到补给站，吓死大家了！那个，你那个要不要交税吗？不用，啊，不用，颜值担当，有颜值，喝了就有颜值，好喝啊，好喝，好喝吗？续杯啊！辛苦了，谢谢，不要，谢谢，不要，谢谢。我的香蕉刚掉地上了。但我还可以吃啊，细菌吓跑了。我三秒就捡起来了。三名吃早餐了，吃早餐喽。早安，早安咖啡。我不要吃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不要浪费食物哦。那我到终点再吃，等它再小一半。好，按终点，如果把它丢掉的话，不会。把你名字要吃完，要吃完。补给结束，我们终点见。我们现在剩下112.69公里，还剩53，是吗？53。对，哎、欸，你数学不错哎、欸。当然。那我现在口还在吗？在。还在吗？颜值担当。要补吗？要补吗？看一下。不用啊。漂亮的镜头嘞。是谁呀、啊？颜值担当，太美丽喽！20，20啊，24，肚子有点饿哎，刚吃太少了，直接变灰虎哎，雄壮灰虎，
阶段的表情。十公里，九公里。肚子好饿啊！车赛事，而且也是，就是我很少骑这么长距离。今天总共骑了一百一十公里，111公里，对，没错。但我觉得整体的路线其实算蛮好骑的，就是除了就是20公里之后有那个坡，但是20公里后的那个坡呢，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的坡度都不会到说突然很陡，对，它就是那种缓缓的坡，然后你就是还是可以维持在一定的踩踏跟回转速上面。然后而且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阴的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体感骑起来是舒服的，不会说到太热啊不舒服，或者是很容易抽筋什么的。再来美丽达的赛事真的就是出了名的交管，真的是非常的给力，然后也很感谢彰化的居民，就是也配合我们这个单车赛事，就是有在做互相礼让，让参赛者就是可以在很安全的环境下面就是参加这场单车比赛。这也算是我的就是第一场破百的单车赛事，之前真的是没有参加过这样子的单车赛事。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其实蛮吓到，是大家真的很猛拼，就是速度超快，然后可能是一开始出发很兴奋吧。然后今天补给站就是有在计划之内，我们就是只进了就是69公里处的补给站，因为想说还是要抓点时间，不要骑太慢回来。对，就是朋友还在会场等，没错，所以就是只停了一站补给站69公里的，然后停了大概5分钟吧。骑起来的整体体感都还不错，只是到后面90几K 的时候，其实身体的疲劳已经有慢慢的出来，其实体力还是有的，只是可能脚的那个累感有慢慢出来，所以踩的速度就也没有像一开始的那么快。这次呢也是骑美丽达斯特拉，在我觉得在上坡它还是就是让我有非常不错的表现，加上电子变速呢，就是我可以很轻松的切换大小盘，不会再说可能突然换大盘或小盘的时候，整个车子会很剧烈的晃动，或者是你的脚感就是可以很顺的接着踩。这场活动整体来说，其实我蛮喜欢的，因为其实平路就占了差不多70-80%，彰化的路线骑起来也是算很舒服，就是骑在乡间小路啊，或者是树林里面。好啦，那这场赛事呢，听说就是每年一开放报名就会直接秒杀。还在看影片的你们，只要有看到报名的消息，真的是不要再犹豫了，我们明年彰化百 K 见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的摊位活动还是持续在进行，如果想要跟我们的有骑车吗？你有骑车吗？还可以跳舞。你想要合照？没有没有啊，我还跑步。询问一下，我明天，我再过几个小时后就要跑。